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20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充满回忆的玩具。我得到这个A 什么什么什么 T 系列的 Hara 还是 Rodimus， 反正不是很清楚啊。得到它的时候呢，是2014年《变形金刚》电影第四集上映的前没几天的那个夏天，有一位从大陆到台湾旅游，他骑着脚踏车环岛的这位朋友呢。他到我店里头来啊，就骑个脚踏车出现了，就送了我这一对的玩具。这个是07年 V 级的黄金密卡灯，它的正式的名字应该是 Gold 还是 Golden， 对。那因为这个配色很稀有，我当年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说呢，07年的 V 级呢我独缺这个配色，因为非常稀有买不到啊。结果呢没想到之后的话呢，他居然带着这个玩具呢，你看07年的玩具呢，他14年的时候呢，然后就带到我店里头来，然后赠送给我，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啊。然后同时呢还给了这个洛迪文。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第一我对这个人物呢本身兴趣不大，大家应该不常听到说我不喜欢洛迪文。再来是这个系列的话呢没有什么接触，所以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收藏柜里头。这么多年过去啊，那突然我在台湾的网拍上面呢看到有人呢在卖这一只还是要买这一只，我突然想起来说，哎，我好像有这个玩具，就把它拿起来玩一下，发现非常非常的棒哦。它可以说是后面变形金刚 Human Alliance 就所谓的联盟级或是人车级别的，我觉得这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起源的一个设计的，一定是从这里头。它的话呢到时候变成车子之后的话呢，可以给各位强烈的去展示到说，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座椅啊，方向盘什么的啊，它是完全有人车组的这种水准的演出的。然后身上的可动也非常的好啊，腰身啊什么都可以动。但这一款有一个地方我是小小抱怨一下，它这个设计呢，它的这个胸甲呢跟侧面这两片的话是卡住的，但是它这个卡的话是要有一点技术啊，就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它是有一点技术，不是扣不用那么好扣，而且它容易去爆开松开，我都很怕我这样去一捏啊，就把它一推啊，它这个胸甲就会爆开啊，所以包括你推这里啊，也可能导致整个胸甲移动，就会从这个地方去滑出来啊，就感觉就有点鸟了。那总而言之的话，言而总之的话呢，先给各位展示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它是有戴一个眼镜，眼镜是可以手动把它往上推上去，是可以露出眼睛的。那要往下推的话呢，比较困难一点啊。就我的做法呢是只有一个做法啊，就是使用这个工具啊，由上往下把它按下来啊。有没有其他机关啊，我是一直都没有发现啊。总而言之呢，头雕也算帅啊，胸口啊虽然设计让我觉得有点容易爆开，但确实也是很有型的。那他身上的火焰涂装啊，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下，有一些老外的开箱，大家的火焰纹不太一样啊。那我手上这一款是什么什么版，美版日版还是什么什么限定版还是什么什么版本，我不是很清楚啊。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呢，也不妨给我留言。那关节到现在都还很紧。那这里的话呢，关节的非常的多，因为它脚的变形有一点意思。脚的话又一个接地啊，这个地方后面后脚跟还有多出一个关节，所以这个人物的站立性来讲啊，基本上妥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只要稍微的去，当然你不要做太夸张的一个转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的手指的部分。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手指也是有可动指的啊，这个拇指是不能动啊，但是它的一个后三指可以动。那这个地方扣下去，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卡稳的，但是你拳头只要握紧，它就有非常好的稳定度。两把枪的话呢，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是变成一个引擎，然后是可以互相结合的，而且它的枪确实是这样的，两把感觉就非常的小，然后我塑胶也非常的结实，轮胎啊上面这个闪亮的电镀件，而且这个是橡胶胎。那么呢整体的话呢就背包啊，这个地方我找不到可以卡住的地方，好像是没有。那么脚的话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后面的造型，除了这个地方略空啊，其实这些所谓的空啊什么什么这些，在当年 review 这些玩具的时候呢是根本就不会去讨论去纠结这个地方的了啊，只是说现在啊你不讲一下空洞啊，好像就不是在讲官方的玩具一样。然后它的这个两片的这个车门啊，如果你要像大黄蜂一样的这个摆法呢，就把它给摆到后面，你要让它夸张一点也不是不行，但是我确实觉得没有很好看，所以还是把它给放到下方来好了啊。那么人形的话呢稍微
你要说它有点胖也是可以啦，但毕竟它是一个主打车形态的一个玩具。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武器的话呢，这个有一边是有一个枪的这个长度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两边的话呢，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那结合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你看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中间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就把它扣起来就可以了。你会发现两边啊什么的这些大小啊，还有都是不对称的，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拳头可以稍微先握紧一下，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啊。第一个步骤的话呢，比较容易忘记啊，所以呢，我们先这个背包啊，先把它给翻出来。腰部呢翻转180度，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就把它给松开，你看到没有？它其实是没有咬合住，它真的只是放进去而已，只是放进去而已。这两片就放进来，这两片就翻出来。这两片的话呢，会成为如果你玩过变形金刚 Human Alliance 的话呢，它的这一部分呢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结合卡扣。那先给各位看一下简单的里面的一些构造，你看，除了仪表板，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打挡的这个位置，对不对？然后的话呢，这个座椅啊，可以把它给翻出来。然后这里有一个方向盘，方向盘也可以把它抠出来啊。这个我把它压得太下面了啊，就变成说不是很好，拿出来。这个玩具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各种各种的紧啊。OK，看到了。那我们接下来腿的变形，我们刚刚已经腰转180度了，对不对？记得的话呢，我们是轮胎的话呢是。到时候是一定要转到外面的，我们就把轮胎转到外侧，这个地方先收进去就好。你打这个方向啊，打到外侧，你只要记得把它做一个翻转就可以。翻转进来之后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先往这边搓下来，到这儿，好的，到这边，然后呢，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地方先给合并，不合也可以，待会后面再合也可以了。干脆先把这个脚先变完好了，这个地方看到吗？把它打开，轮胎转到外侧了嘛。然后就直接的，就大腿被包进小腿，脚的话就顺势把它掰下来，就这么简单啊，非常的人性化。这个变形是记忆点是很强的，两腿中间是有结合卡扣的，就把它给扣起来。好，然后这个地方刚提过了，这里啊可以先把它给扣起来了，这两片也可以先把它压下去了。这边到此呢，这个变形几乎已经是变形完了大概一半了。啊，废话嘛，后半部变完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分，你看这个结构就知道了。翻折过来，利用里头很多的多重关节，就把它给转一下，两侧做个简单的小合并。这里的容错率哦，超级高啊，所以你随便推一推呢，它都能够推下去。然后就给你一个 too hot，好热啊，好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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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呢，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变成引擎的这个枪。就把它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凸根凹，然后我们扣的时候就是把它给放进去，就卡住。那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啊，这里这个地方的话必须要扣好，它的一个我记得是这样子，我放反了吗？是这样子吗？好，反正你就去对那个洞啊，对对对，对好了。好，扣上去了，稳了。然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后面这个车尾给盖下来。这里的就是看了就知道，其实人变车变成人，可能你还不太清楚，因为机器人的造型可能跟我们想象的 Horror 有一点出入啊。然后呢，这个手的话就把它往上提，手把它往上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先推走，往上提。那这里你要注意到这里啊，它的这个你看轮子这个地方。它下面不是有个红色的杆子吗？红色这个杆子的话呢，要把它卡进这个 V 型的缺口里头啊，这里是必要的一个变形。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它会在车形态下它会少一个联动，比较可惜。那在这个时候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手动啊，把里面这个就是把这一根往外推一下啊，可以协助我们呢去比较好去把它扣到一个定位，然后这一侧就把它给推进来就好了。然后手啊，跟着先把手 OK 变好。手的话呢，你就记得把它转进来。我们的拳头是要转这样子哦，记得拇指在它的正头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刚好有这个缝隙，可以把这个头呢给收纳进来。这个地方先往上推就可以。这里也是一样，往上整个提上来。
然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手啊什么的先转到一个定位也可以，这个其实就很容易去记得住了，我就变了一次我大概就记起来了，然后就记得一样把这个缺口跟这个啊，记得去把它给卡进去，如果没有卡进去呢也是变形完成了，但是就少了一个这个玩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髓，就是前轮可以互相联动的一个精髓。好，扣进去了，那一旦好的话你看到没有，它会互相联动，这轮胎的话就会有一个共通的时间点，左拐或右拐的时候呢它会同时的去做一个转动，然后两手这个地方做个合并，两侧这个卡扣。好，玩起来是还蛮舒服的，因为它就是容错率很高啊，不需要调整很久啊。我怕我这句话讲完之后这里就调整很久，对不对？这里最后就是有一个结合卡扣。但是呢人变车呢，我还是那么一句话，人变车可能还好，车变成人的时候呢你有一些卡扣呢，再把它松开解开的时候呢你要留意一下顺序啊。比方说呢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先把上面挑开，两侧再挑开或怎么样，如果你挑的顺序不对你可能会把卡扣给弄断，你等于是不应该往左右的时候呢你把它往左右掰了，它就可能会有一些卡扣承受到不应该承受的力气，然后就GG了，然后就你可以尽量的再去调整一下。那滚动性呢一等一的好啊，绝对是妥妥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到它的车子的形态呢，非常的漂亮也很大啊，这个已经在反正就是现在的低级啊，反正它是肯定是至少是比联盟级的玩具同等甚至要是更大一点点。那车型可以说是它最主打的啊，我们可以从正上方来看火焰的文章的话呢，纹路的话呢，这个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涂装啊。我看 M 国那个，我上面这个可夸张了，那个火焰就是整个车都烧起来了，我这个还是只有烧这个车头而已啊。然后武器的话收纳到这里啊，变成一个后建制的引擎，然后它的一些轮胎啊都是一个橡胶胎啊，可以给各位简单展示，它是可以拔掉的，上面橡胶胎面还有蚊子 Cybertron 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蚊子的，这里上面也是一样，对不对？ PADIAJ 什么啊 ？Anyway， 反正各位知道就是，然后 Ford 是不是？福特哎 ，for 什么什么轮胎就是很细致啊，你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纹路啊什么的，车头灯啊，这里也是一个透明的部件，进气口刻画也都是有的，然后这里你看有一个凹下去，这个非常精致的一个感觉。那车门也是可以打开的啊，车门可以打开，就压下去打开了，然后就可以稍微拉出来一点，可以看到内侧的一些细节。好，另外一侧也可以打开这个方向盘啊，都有一个刻画，所以我说这个是妥妥的一个联盟级的一个先驱吧，应该这么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好像还有其他系列也是会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的一个刻画吧啊。那这个后面你要把这后面打开也可以啦，就单独看它后面的引擎啊都行。那这个后面这一整块其实是透明件，然后上面去涂红漆，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一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色差，这个红色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绝对都不是它的，都不能构成它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缺点了啊。这是一个老物了啊，老时代的玩具了啊，更重要的呢还是这个不远千里来的朋友送给我的一款值得纪念珍藏的玩具，虽然我都这么多年来没有把它拿出来把玩，但至少我还是好好把它收着的。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大家做这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